听到清楚吗？里面跟炮弹一样哎。哇，好厉害！那是鱼吗？那是鱼。对对对对对对。啊，我们要进去吗？哇！天哪！天哪！北极熊的天堂啊！天哪！好壮观哦！下雪嘞！下雪嘞！好冷哦！兄弟们，几只？十只，十只，十只，不是，小心喽！哎，这个太扯了吧！哎，这个，快走！快走！你要不要在里面拍预告啊？兄弟，快走！兄弟们，太哦你，哦，十只，这怎么弄？门门大开，兄弟！来来来，兄弟，快走！快点！兄弟们，你们快走！快走！我点头。哇！哎，这不用怕摔坏，它是冷冻的。啊！你们有进去看吗？满满的鱼哎，这是鱼山哎，很猛哎，好。那里面都可以保存大概三年以上，八年都没有问题。八年！天哪！哇！我的老天爷啊！我现在看到好像天上很多星星，是正常的吗？会不会这时候肺活量不好是比较好？我有看到很多亮片，是对的吗？雪夜花飘飘，北风萧萧。我觉得刚豆哥讲超好，这里面跟人炮弹一样。这炮弹啊，炮弹，你看，这是一个鱼墙哎，太壮观了。Oh! 我等一下出去拿相机，可以帮我拍吗？快去拍！一个人在哦，在两只。好，看看看，不然会空翻哦。要快啊，要快，不能在你待太久，脸很痛。我跟你讲，要快，在里面待久了，太痛了。Nice， 一二三四五，不要跑，不要跑，会摔倒。五只，哦，阿星啊，先接力，接力，行啊，阿星啊，有，我天啊，上天救过，快快快快。再三只，啊啊啊！再一只，来了，哦 ，OK， 好了，滑进去，帮我买高铁票，滑进去，滑进去，哦 ，OK， 厂长，哎，你们这个工作不简单呢，真的是不简单，真的。哎、欸，脸不太能动哎、欸。我先问一下，这个完成了吗？完成了，完成了。我们可以出去了吗？我们可以出去了。我们感冒啊啦。哦，我懂，我懂。哦，我们感冒啊。喂，哎呦，哎、欸，干嘛？这是干嘛？用可以拿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用这个切。对对对。厂长来这边。要怎么切？这什么兵器呀、啊？等一下。哇！脱了哎。哎，厂长，我问一下啊，这个都没有退兵直接切哦。对。啊？太硬了，怎么切？对啊，好硬哦。这样才能保持它的新鲜跟它的。哦哦哦。真的是炮弹。他们的鳃都被打一个洞是正常的，对，他要把那个鳃跟那个去鳃跟去哦，哇哦，直接去掉。哎，这是一个很危险的工作哎，那个很厉吧？超厉。哎，他刀法很好哎，好厉害，厉害。哎，真的是目瞪口呆的现在。真的。来。然后干嘛？去皮？什么去？去鳞啊！给你看，可以耶！把它去到这样吗？去到这样，然后骨头也要，就这样增加肉就对了。对，太难了吧！来啊，来啊，来啊！同学，有办法吗？可以啊。没有办法像他一样那么快。向上 OK 吗？可以啊。
哎，这感觉是在削木头的感觉，有一点。哎，阿金阿金，接力啊！阿金啊，来，不要花点时间哦。专心的，加油加油！会劈，比那骨头快啊！会劈比那骨头快。这样吗？这样吗？对，好，这边把它劈掉。厂长，是这样，是去这边吗？好了。喂喂喂喂喂！阿信，你干嘛？阿信。哎，阿信啊，卡住了。不行。卡住了，阿信。阿信回答我不行啊。哪里？阿信，你搞破坏啊！我又被退货了。嗨嗨！哎呀，哇哇哇！辛苦，辛苦是值得。这个太丰盛了吧！从尾鱼开始吃吗？从尾鱼开始吃。厉害的是哪一个？我们先从颜色淡的开始。为什么要从淡的吃到深的？到深夜味道的。哎，那边感觉很厉害哎。对，从这个来了。那个油脂比较多的就是入口。我直接从这个来了，好不好？我其实没有在弄酱油的。好，来了来了，客了。里面酱油，进来给。不要酱油，你才吃得到它原来那个肉质的味道。听你的，哪里去顾客？哦，这个都是野生的黑尾。哇，它是融化还爆香，它那个油完全把你的声带整个都对润滑了，润滑了。咦呦！哦，你声带要开刀，你声带要开刀了。哎，那那个好好吃哦，好吃哦。啊，中间呢？这是循序渐进。这个油就是适量的油，对，刚才是超级油，不一样的感受。它本身肉质的鲜甜味比前一个强哎。这个肉的部分占比较多，刚才是油脂的部分占比较多，不太一样。而且真正的生鱼片是要吃冷冻过后的，是这样吗？低温有让那个细胞活化的。竟然是这样，所以它会更好吃的意思。哦，新鲜的好吃，各位客官，你看它的味噌汤里面的鱼肉这么大块，哇，这不是豆腐哦，这是鱼肉哦，哇，两块这大块安尼啦，哎，这个挡骨的，哎呦，接下来这个，这个是最好吃的刺身，真的吗？对对对，这个是在大腹上面的那一块最好吃的，最好吃在这里，哦，真的好吃，哇，真的好吃。跟你们在外面吃的完全不一样，对，它带一点筋性在，对，哦，它 Q 啊，哇，它一那我就把热水，哇，来来来，横膈膜，谁的横膈膜？喂鱼的，你们试试看，一只鱼有几个横膈膜？两条，两条呢？也是很珍贵啊，稀有，鱼的横膈膜，横膈膜，真的，只有两条而已，好吃吗？好香哦，哦，哎，那炙烧的味道，哇塞，天哪！这有点比目鱼的 feel 有没有？你看起来它像牛肉，你以为它有嚼劲是硬，它进到嘴巴是滑嫩，那个油脂跟刚刚直接生沙西米的油脂不同哎，油脂加热过后的香味哦，我好吃到希望它多长两个横膈膜，不是对，只有两条，不好意思，对，不是我在一般在去很多这个料理店也没有看到有人在卖，这是很稀有吧？这老超级的，也不是说我想吃就有的，没错，哇哦，这个好吃。停不下来，这好吃。吃寿司，这个是长鳍尾，长鳍尾品种不一样，比较不一样。这个冷水鱼的，它有点油。吃了。呼呼。那是那是那是。哎，真的，好吃好吃。哇，它那个肉你看起来会有一点，会好像它里面应该要有纤维的感觉，但没有，它下去像豆腐，很细致。看它倒糊哎，又有一点油度。对，
唐吉伟，记起来，我记起来。哇，来，可以给球，可以给球，可以给球了。这个点太厉害，可以给球。哇，现在是厂长要给我们分数的时候。要给分数了，给分数了，来来来。厂长，你在旁边给，我们先吃哦。喂，来来来来来。哦，那我们就继续了哈。哦，哇，好好吃哦。他球好厉害哦。我有一个重点，你看看。他偷偷的投完球了，对啊，结果他也没有把剩下的收起来。哦，这样我不就知道你的球最少，我们的球都没有了。你剩下的你要藏起来啊，这样我就知道了，一起拿哦。真的很勾引啊，我都吃不下，常常很勾引啊。为什么那个大天是三颗，可以三颗，为什么？嗯，因为大天今天切皮。去皮的表现很好，嗯，今天表现还不错，是，承让了承让，那我就中庸嘛，我是中庸而已。这边扣了一分是为什么？他在去皮那方面就会比较弱一点。哦，去的没有，因为我刚刚把骨送过去还被退货。那就说一下为什么这个人他只有一分，这个要好好解释。说来话的，说来话，那就不要说了，吃啊吃吃吃吃，那好好吃啊。真人打工旅游实境节目，跟着我们一起远离城市吧，探访最美丽的台湾风景。赶快订阅！请问今晚住谁家频道？记得开启小铃铛喽！铃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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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